我睡着，饿了米小虫，乐悠悠，乐悠悠，水里世界人自由。小巴，小巴，不愧是你是小巴们，我们相聚的日子只下一个星期了，我好舍不得你们哦。雨珍，你又在倒数跟小巴马分开的日子了。华裔，你不用担心他，他自从来到照顾原生鱼的志工后，就对这些小鱼产生浓厚的感情。不过小鱼总是要回家，还有有一天他就会习惯的啦。哦，苏醒，你说到轻松，我看下次也放你的七星鱼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舍不得？雨珍，你真的舍不得你的史尼斯小巴哦。是啊，自从博士跟我们介绍台湾原生种鱼类的可怜处境之后，我就好希望可以照顾所有的原生鱼哦。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与花莲居民会所主办的背着鱼娃娃回娘家，这次共有数百位民众参与，其中还有200位学童全程参与背着鱼娃娃溯溪行程，沿着溪流步行至三站溪谷。哦，就是把鱼苗放流嘛，不太简单了。你们仔细看，这些呢放流的鱼苗呢，可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鱼类哦。台湾原生种鱼类，博士，什么是台湾原生种鱼类啊？台湾原生种呢，是指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物种啊。所以呢，台湾原生种鱼类呢，就是指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鱼啊。哦。这个有什么稀奇的、啊、台湾的鱼有这么多种，哎，那这样放一些回溪流里，这样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吧。就是啊，你们这样想就错了。台湾的鱼类呢至少有2300多种以上啊，但是台湾原生种呢只有200多种，而且呢数目是越来越少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不然你们说说看，哪些鱼呢是台湾的原生种鱼类啊？啊，哇塞，吴郭鱼一定是哦，因为它又叫做台湾鲷啊。啊，我也想到了，樱花跟我乖，因为伊是狗狗。感恩你。啊，这暗嘛，奇怪，我那阿叔那也没回来，不对哦。阿妈，阿妈。阿妹，啊，是什么代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啊，你怎么了？阿妈，阿妈，我问你哦，我是不是台湾鱼？不，囡啊，你是在台湾生长的呀，啊，当然嘛是台湾鱼。啊，不过，囡啊，我去上课的时阵啊，老师甲我讲，吴郭鱼是外来种呢，而且佫讲，是台湾。还说我们外来种会霸占台湾鱼的地盘呢？哦，别讲，我哪有霸占黑原生鱼种的地盘啊？我黑胆子。阿妈，耶稣是啊！阿叔，阿妈甲你讲吼，这其实啊，咱的祖先哈，是对非洲啊。我们的祖先呢、啊，是从1946年的时候一个叫做吴振辉，他过几年叫做郭启章的神仙吼，给抓进来了。啊吼，我们才叫做吴郭鱼呀。啊，因为我们视力好啊，啊生长够紧啊，所以我们的族群就越来越庞大啦。吼，阿妈，可是啊，现在大家不是都叫我们台湾鲷吗？嘿，是因为讲吼，我有经过嘿种改良啊。啊吼，我们今嘛吼，嘿生甲以前祖先吼，拢无同款了呢。哎呦，啊我伫咧台湾待遮久啊，哎呦，是不是我来种鱼无差啦吼？有差有差啦，因为我们学校那个很凶的垃圾鱼啊，老师说它也是外来种呢，我不要跟它一样了。啊，其实
吼，你说哎，垃圾鱼喜欢哪一种啊？阿姆公吼，我们的邻居啊，阿丽好朋友小龟啊，樱花公五龟的祖先啊，也不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啊，小龟，我不是台湾鱼啊，没人的出现，全部都是台湾鱼。他救我的阿妈，我真的不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吗？对啦，老婆嘞，我是公公嘞。小龟啊，其实啦，恁的祖先吼是对迄亚洲的北方吼迄收落来啊，来台湾吼大家是算算的呀，算算的讲吼天气变暖和啊，海水就上升啊，上升了后吼，恁有祖先游不回去啊。游不回去了吼，因就伫台湾落地生根呐。没想到不是外来种。那安呢？其实呢，大部分的人也搞不清楚哪些人是台湾原生种，哪些是外来种啊。不是，你刚刚说台湾原生种鱼类的数目越来越少，为什么啊？这个原因有很多啊，例如在河川的上游呢，南沙坝的建立以及森林过度的滥垦啊，这些呢都让鱼呢没有办法生存。到了河川中游呢，那里是鱼类呢多样性的精华区，所受的威胁呢也最多。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上游的这些问题更严重以外呢，还有电鱼啊、毒鱼啊以及网鱼的问题啊。那下游嘞，有没有比较好啊？没啊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工厂啊、养猪业啊，以及家庭废水的污染呢，以及人为的开发呢，这些也都是杀手啊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是博士，照你刚刚的讲法，应该是所有鱼类都会遭殃，为什么偏偏就是台湾原生种鱼类越来越少？对。因为台湾种鱼类呢，多了一个敌人啊。什么敌人啊？外来种鱼类的入侵啊！外来种入侵？是啊，因为台湾呢引进外来种鱼类呢，可以归纳为四大种。例如被当成食物的无锅鱼，或是环住并没纹的大肚鱼，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；而水族业者则特地引进漂亮的观赏鱼来饲养，孔雀鱼就是其中的一种。还有，人类为了钓鱼乐趣，把原本不属于某些区域的鱼种带进来，花东地区的马口鱼就是一个好例子。最后，随意到溪流换生鱼类，例如朱文锦，也是造成外来种鱼类入侵的原因之一哦。这些外来种鱼类呢，在水域里面建立族群以后呢，因为它们生活的特性，导致呢这些原生种呢逐渐消失。例如呢，清仓鱼呢被大肚鱼取代了。那无锅鱼呢，又会变成中下游河川里面的优势鱼种啊！那些外来种鱼真的很坏，竟然去假瓜子公，醍醐宰的。就是啊。宇正，台湾原生鱼类，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，其实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对啊。你看，我们水生走廊里面养了40几种台湾的原生鱼类，大概也有10000多条。如果我们每次野放，你都要舍不得那么久，那我看你有的难过了。就是啊。好了，我们先不提野放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婉仪，牛屎记忆应该都照顾好了，鱼妈妈是不是准备要生产啊？应该快了。有鱼妈妈生宝宝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好啊，那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哇，好多鱼啊！有放甜棒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放甜棒，周老师，为什么牛屎记妈妈又生小宝宝要放甜棒啊？因为甜棒牛屎记是彼此的保姆啊。保姆。牛屎记妈妈要生小宝宝的时候，会先找到甜棒，把鱼卵产在甜棒中的进水口。棒妈妈，
我们家的小鱼仔们就要拜托你帮忙叫狗了啦，相信哦，有您的照顾，他们就不会被其他鱼类给吃掉了啦。哦，啊，等他们大喊了哦，您要帮我告诉他们说，我很爱他们呢。田蚌妈妈在牛屎蓟妈妈产卵时，也会放出小蚌苗，让小蚌苗躲在鱼妈妈的鳞片底下，随着鱼妈妈游到各地去。鲁塞钦妈妈，我们家的小蚌仔也要拜托你咯，带着他们去旅行，等到他们长大，自然会在各地落地生根。我相信他们会平安长大的。他们好可怜哦，这么小就要跟妈妈分开了。其实他们彼此是互惠共生的啊。田蚌妈妈是趁着这个鱼来产卵的时候，她就会把他们的小宝宝夹在牛屎蓟的身上，然后呢跟着到处去游玩，那接下来就慢慢慢慢的放下来，所以呢他们的族群就不会减少。那么牛屎蓟妈妈呢，她也能够透过河蚌的保护，让这些小宝宝呢平安的长大。牛屎蓟妈妈会把小鱼踩在蚌妈妈身上，蚌妈妈也会把小蚌缠在鱼妈妈身上，然后跟着四处旅行。哎，好特别哦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过牛屎蓟这个名字还真难听哎，牛屎牛屎的，不，到底是谁帮他们取名字的啊？那是因为农业时代，水牛耕田后，为了散热就会到水里泡水，在水里泡水的时候，有时候它会在水中大便，那大便之后就会留下一堆牛屎，那这些鲫鱼就会去吃牛屎，所以就叫做牛屎鲫啊。是吃那些牛大便的，还有这么不卫生啊！哎，余正，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这些牛屎鲫哦。他们可是专在生态系里面，他们是专门吃牛大便的清道夫，它可是很环保的鱼啊。哦，所以我们是吃素做环保，这些小鱼是吃屎做环保啊。不过老师说，因为这些小鱼的栖息环境已经被人类污染了，所以现在在野外已经很难看得见它们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我们要看见这些水生走廊，富裕这些台湾原生种鱼类啊！哎，不用担心会越来越少啦。哎，余正，你这种想法不对哦，因为其实富裕鱼类哦，是我们最后不得已的手段。真正我们应该要做到就是保护原生鱼类的栖地，不要去破坏它们的栖息环境，这才是我们应该最重要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富裕完这些原生鱼类，才要送它们回到属于自己的栖地呀。只剩一个星期，我就要跟我的小蚌分开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好，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啊，继续做吧。好。只剩一个星期了。差不多了。三号苏醒，有一个塑料管掉在你的鱼缸里了，你赶快把它拿起来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也不是不小心掉进去，是故意放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你是夜行性鱼类的一种啊。啊，夜行性鱼类哦。哦，是那个塑料管是要让它白天偷睡觉用，对不对？什么白天偷睡觉？你可不要小看我的七星里哦，它们可是很重要的。很重要？为什么啊？不是，其实，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面哦，客家人他们都会在他们的水井里面放一只七星鲤来监测井水的水质，所以七星鲤对客家人来说是一种保命又保水的鱼。哦，七星鲤啊，七星鲤，不要再偷睡觉，赶快出来吧，我来找你玩喽。这你就吵他啊？哦，哎，苏醒，那是什么？它的尾巴是不是受伤了？为什么上面有个小黑圆点啊？哦，那是土地公做的记号。啊，土地公做的记号。传说在古时候，有一次土地公外出巡视的时候，不小心迷了路，结果一条好心的七星鲤帮忙带路，
土地公才能回到土地公庙。后来土地公为了感谢七星里，就在七星里的尾巴盖了一个圆形的印记。从此以后，七星里的尾巴都有一个黑褐色的圆斑，让大家都记得他曾经帮助过土地公哦。哦，原来还有这样子一个传说。所以你说我的七星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嗯，厉害厉害。雨珍、朱晴、玉清，我们准备来喂小鱼苗吃饭哦。哎，俊龙，所以你和崇彦前两天孵育的丰年虾孵化出来了。对啊，孵育丰年虾时必须先准备装水的容器，里面装入已经过滤过的自来水1000毫升，接着利用曝气的方式不断地打气到水里面，然后我们要利用盐巴20克来调出1.02%的盐水，再将丰年虾的卵放到盐水中，继续帮忙打气，在25°C 的水温中，经过1天1夜就会孵化出来喽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小小的耶！记得等下喂水前要先停止打气1到2分钟。别担心，我都记得。而且丰年虾的是趋光性的动物，只要拿灯光照它们，等它们都聚在亮光处之后，就可以准备把它们放出来，然后过滤掉盐水，就可以准备喂小鱼苗喽。于正，看来你为了小巴们真的很用心耶。那当然啊，可是一个星期之后我还是要跟他们分开啊。哎，那个，我们赶快去喂小鱼苗，不然等一下把他们饿坏了。对。哎，你们看，哎，正在吃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哎，今天他们嘴巴张开，开始在吃了。再也吃不到我喂你们的食物了。什么？你们说你们也很舍不得我？我也很舍不得你们啊！哦，我的小巴呢？你们怎么这么的可爱啊？不过我喂了这么久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吃饱啊？来，大家过来一下。你们的鱼都喂饱了吗？有。张老师，我不太确定我的小巴有没有吃饱饱，我抓不太准那个分量。哦，我们要喂鱼的话，大概就从鱼肚子的大小来决定我们要喂它，给它多少饲料。啊，肚子大小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耶。那俊荣，你的肚子饿吗？不会啊。那我庄老师，你说这个看肚子大小的方法一点用都没有啊？拜托于正，老师说看肚子大小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我跟你们讲一下好了。来，我们先看这一缸啊，这个鱼的大小，肚子大小，你看。好，在鱼的腹鳍到臀鳍之间，其实就是鱼的肚子。啊，我们呢就依照它肚子大小来看，我们该喂它多少饲料，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喂太多了，这样懂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崇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误会了。嗯，没关系的。好吧，那既然大家鱼都喂好了，再看一看，观察一下你们的鱼，好不好？你们已经吃饱饱，也已经洗香香了，那你们现在应该很舒服吧？不过，再过一个星期之后，你们就要离开这干净又舒服的家嘞。哎，今天的天气不错，很适合野餐。对，上次的天气真的很差。小巴，今天是我们要分开的日子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舍不得啊？哎，对了，玉兴，为什么我们要把袋子的两脚绑起来啊？因为这样小孩才不会一直往袋子的角落钻而被击死啊。哦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这边进行野放吧。好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要把鱼放到野外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必须要先注意一件什么事情？记得要先好好评估环境适不适合，不可以随便找个户外就将它们丢弃哦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才跑来这里，来这里他们的原栖地野放啊。好，那大家的观念都很正确，那老师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下，好，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呢要把它放进来这个环境以前，我们要先让这个水域的温度和袋子里面的水的温度呢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水的水质和袋子里面的水质，好，要让它是相同的，这样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那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就准备让小鱼回家咯。好。终究我们还是要分开了哎。那在放以前呢，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先将袋子呢把它放到水里面，好，放到水里面大概差不多20到30分钟，让袋子的水温和我们要野放的水域的温度呢是相同的。小妈们，你们会不会很觉得很冷啊？再忍耐一下，等一下就会适应了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它大概温度已经差不多了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让好这个鱼呢开始适应这里面的水池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把呢袋口把它打开。那现在我们就要让这里面的水呢，哦，水域里面的水慢慢的流到袋子里面去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小鱼呢慢慢的让它自己游出去。哎，小鱼游出来了！史尼斯小巴们，你们回家以后要好好生活，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千万不要再被欺负了。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。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我，我是鱼珍啊，你们有空要回来看我，或是写信，还是 email 也行啊。再见喽。好 ，email 不免太夸张了吧？对啊 ，email 哎。再见。希望人类不要再破坏这些小动物的家了。对啊，也希望他们不要再被外来的鱼类欺负了。就是啊。哎呦，鱼正爱他们就要祝福他们啊。好，小鱼已经平安回家了，我们也准备回家吧。